够休息。今年虽然我们搭设了红毯行台，那一样邀请我们同仁社的周昌将军、关平太子来助驾恭迎我们周昌将军、关平太子圣驾要助驾号。这是咱台铁埔这段信义宫驾前第一车，咱的东营车，咱的将军组也请到咱的关平太子、周昌将军，咱的圣驾莅临到咱埔这段大宫正路主坛，准备要来进殿安坐吼。好，我们准备助驾吼，准备助驾，要备助驾，要助驾吼。那么每年咱的六月二十四号，咱的将军啊来到咱的顶街头准备要听候迎接的时阵，当中是伫咱甘富家，在我们简宏宇董事长他们家吼，在这边做休息。数十年来，我们简家吼对我们关圣帝君、对着信帝公的信用、对着咱东营社的扶持吼，非常大力的帮赞。那么我们要恭迎到咱的关平太子周昌将军，圣驾准备来入团助驾，麻烦您，咱台铁东营社，咱所有将军组，咱的工作人员，所有干部，欢迎您莅临，咱的驾路主团，欢迎。留个空间哈，给工作人员将我们的神将准备哈，进入红毯，我们准备助驾，